修复记忆实验第十一次，被试者编号 A11， 地球时间2115年11月21日23点。使用冷冻保存技术的志愿者出现了丧失记忆的现象，纵向切开大脑后，发现浅层的颞叶记忆保存完好，而更为深层的海马体和间脑记忆则受到严重损伤。外部表现为面部表情僵硬，情绪变化微弱，缺乏自我定位。在上一阶段使用物理刺激的实验宣告失败后，本次实验决定用原始的人类欲望作为刺激源，将被试者置于虚拟环境中，观察其反应。实验开始。What?